看看到东西这样。开始的呀。Leave the foothills behind. Wait for the rush. We are on the way of the strike of the 21st century. Indian rhinos were close to extinction.今天的穿搭，然后我现在要去做指甲。对，现在有点赶，因为就是因为比较忙，所以迟到了。所以对，我等一下也会搭一个就是棒球帽。对，然后今天就非常随性的去我今天要去用指甲还有做牙齿美白。对，所以我们就一起走吧。好，现在出门了，然后对，我想要讲的是我昨天没有睡很好，因为我焦虑症又来了，我真的觉得有点烦，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然后好像也只能面对。然后对，然后因为我昨天就是晚上突然间半夜起来，然后身体就很痒，因为好像有荨麻疹。然后我知道荨麻疹的 trigger 其实就是我因为焦虑然后 panic attack 的关系，所以对，所以我就失眠了，然后也没有睡很好这样。对，所以我就觉得好烦，然后今天就睡比较晚，所以现在要赶快出门去用指甲了。我安全的到这边。我现在做牙齿美白，因为我的指甲的预约，因为我知道关系，所以被延后了，所以先去用牙齿。
写一段话在这边，然后很想让他们知道，就是说其实这个小动作真的让我觉得很开心，真的会让我就是的一天过得比较美好一点，而且尤其是这是点咖啡嘛，所以就觉得就是通常是早上会点，然后这种会让我的新的一天有一个很好的开始，所以赞赞。我要出门了，然后今天我想睡，就是选这个。今天是礼拜六，然后我想要出门逛一下，因为对，就逛一下。然后我老公他今天就是晚上要剪头发，然后白天又回公司，所以我觉得我自己有点空闲的时间可以去逛。然后我今天有两个 agenda， 第一个呢就是去哪里啊？第一个就是去买我的scalp。就是发膜，也不是发膜，就是头皮抹砂膏。对，我要去 Sabon， 然后第二个 agenda 就是去三丽鸥的店，应该是在高岛屋有。然后我想要去买一些就是吊饰，因为我最近就是很想要一个 Hello Kitty 的吊饰，所以我们就出发。好，这是我今天的 OOTD， 然后我要点一下脚尖，踮起脚尖，对。然后我非常喜欢今天的这个小洋装，然后它就是是不太正式的那种，但是穿起来还是有点就是韩系的那种优雅的风格。虽然我不是一个非常优雅的女生，但是偶尔就是觉得比较 feminine 一下是还蛮舒服的，对。然后对，然后我就今天就这样，然后我喜欢这边的这个细节，所以买的非常满意。对，所以我现在要出发了，我们就走吧。好，我现在出门了，然后今天我追了一下头发，然后我现在要去坐公车，因为就难得有蛮多时间可以慢慢来的。对，所以我现在要去坐公车，然后再转捷运，然后去市区这样。然后今天的妆也很漂亮。我刚刚肚子有点饿，然后因为我今天还没吃东西哦，现在已经4:30，好扯。然后对，我刚刚在捷运里面就是有点想吐，因为可能胃一直在蠕动，然后有点不舒服。我决定现在先去吃一些东西，然后我现在要去汤林某的 bagel 店，或者是看那边有什么东西，然后顺便可以买一些面包之类的。所以走吧，我现在已经在那个 Orchard Boulevard 的站下车了，好像要走路到汤林某。나는 내게 너무
과다르게너에게상처를줬으니사랑한다는말로도부족했던너에게내가너무잘못한것같아너와나의다른생각이결국엔우리를서로갈라섞게만들었어근데